其字，早、晨、午、晚、夜。我来小岛这么久了，还没跟大家介绍这里的作息时间呢。今天我就带你们来了解一下吧。清晨，红红的朝阳在海平面升起。晨，晨，晨。晨曦，清晨，凌晨。清晨，爷爷去广场跑步。小朋友们也该起床去学校了。上午，小朋友在教室听课，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。午，午，午，中午，下午，午饭，中午，我有睡午觉的习惯。放学了呢，小朋友们要早早的回家，不要在路上贪玩。早，早，早，早安，早操，早茶。同学们在操场上做早操。晚上呢，小朋友们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。晚，晚，晚，晚饭，晚辈。来晚了，我是爷爷的晚辈。等完成了作业，还可以陪爸妈看一会儿电视，不可以看得太晚了，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呢。夜深了，一切变得安静了。夜，夜，夜，夜宵，夜班，夜来香。吃夜宵容易长胖。小朋友们在睡梦中甜甜的睡着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吧。让我们互相说一声晚安。